对不对？你刚才如果没有唱好，就是你们害的。换你先。杭州话好恶心，应该怎么说啊？你心啊，你心比心，你们在骗我吗？这话乱七八糟，你就不要。老师，其实哇，真的好厉害，折服了。周深，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哇，他情商智商太高了。你说什么他都接得住，然后他是一个超级热爱唱歌的孩子，因为他声音比较特点，所以他诠释歌的作品还蛮是我特别喜欢的。周深高热的持续，生生不息，嘉年华和奔跑吧生态篇近期播出72小时，关键字显示嘉宾中周深热度最高。作为新生代歌手代表，实力和流量兼有的周深能为各类综艺节目带来持续的高关注度。要说整活，还得看周深。2023年广州草莓音乐节现场，周深用一首难度极高的粤语歌《敢爱敢做》直接杀疯，一场群星汇聚的音乐节愣是唱成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。求此时同场其他歌手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？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周深绝伦无比的粤语歌神级现场，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语种歌曲是周星星所不能拿捏的。首先就是敢爱敢做，林子祥铿锵通透的嗓音给人的是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质，而周深空灵悠远的天籁之声直接穿透了音乐节的黑夜，动感富有活力的声线给了这首老歌新生。香港回归25周年演唱的祝福，字里行间都是对祖国母亲、对离家游子的思念之情。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，轻轻寻觅无边路远，这那遥远路在托清风，奉上衷心。在我们的歌舞台，哀婉细腻的周深遇上了沉淀岁月的李克勤，天作之合的情深深组合横空出世。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对他占有，他知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。2023年大湾区晚会上，当内娱歌手集体翻车之时，周深用一首《弯》力挽狂澜，为华语乐坛内娱歌手保住了最后一块遮羞布。翻唱的经典粤语歌曲《千千阙歌》，周深晶莹剔透的嗓音让人回味无穷。昨日纵是千千阙歌，飘于远方恶路上。来日纵是千千万星，亮过今晚月亮。都被白气直烧迷离，一处不可是我更欣赏。
后要说一下，周深作为一名正能量歌手，被赋予也主动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着亿万家庭幸福安宁，也直接关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。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出品的普法节目《重返庭审现场》，了解人民法官的真实故事，更好的识法、守法、用法，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，关注未成年人保护，守护司法公正，捍卫司法权威，让我们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。12月4日，周深以普法宣传员的身份发布并艾特最高人民法院，内容是关注未成年保护，关注重返庭审现场，守护司法公正，捍卫司法权威，呼吁大家一起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。最后，最高人民法院转发了周深的微博，并配文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出品的《未成年人保护纪实普法动漫》《重返法庭现场少年法庭》已经上线。接着，人民法院报官微艾特周深，并发布了周深为普法动漫《重返庭审现场少年法庭》录制的宣传视频。差不多同一时间，中国航天科工官微发了一个《强国有我》的视频，短短35秒的视频配上周深演唱的《有我》，整一个激情昂扬、热血奋进周深。作为一名歌手，被央视认证为时代之声、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接班人，被寄期望早日成为艺术家，自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。个人认为，追这样的星，在骄傲自豪的同时，更要学习他谨言慎行，做好自己的那一份社会责任。大家觉得呢？家乡，祖籍嘛要写。那祖籍干什么？兴趣爱好，人生高光时刻，你为家里做的事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只要我能学会。